Leo 聊世界，天天都更新。大家好，我是 Leo， 今天要来看立陶宛人对上马利人。这场比赛是悟空邀请赛哦。好，那先来看一下这张地图。那这样一开始的开局呢是石村哦，所以比一般天梯村民还要多。那似乎这张图的特性呢，就是你的食物稳定之后，可以赶快去伐木，然后盖下第一个码头。让你的流程哦，可以第一时间造出第一艘渔船，然后就可以赶快顺序去捕这个鲑鱼群哦，还有这个食人鱼群，还有后面的、大量的鲑鱼。好，那这些鱼群呢，在前期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肉类获取来源。好，所以待会马利人这边会先拉八个人去伐木，那对方只是拉五个人而已，好，比较正常一点五个。那八个人伐木的话，要小心会断肉这个问题哦。那这个肉已经有点极限了。好，这边先，待会是要来拉猪了吗？好，这边盖下第一个码头。OK， 流程算是蛮正常，两边都是差不多时间下码头。好，我们先来稍微讲解一下文明的部分。文明的部分，立陶宛人的最大的特色是捡生物的时候放到修道院里，骑兵跟自己的猎蹄师保兵都会增加义工伤害，那最高可以拿到四个生物加四攻。所以立陶宛人在后期如果能拿到两个以上生物的话是非常有优势的。那立陶宛人比较有特色的东西是他的垃圾兵们移动速度比较快一点，那在点下塔顿技术之后呢，长枪兵跟战矛兵远防会再多加二，坦度是非常十足的。那后期的立陶宛的主要的组成呢是打游侠还有这个垃圾兵为主的，那其他的方面呢都没有到特别强，都算普普通通。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马利人。马利人最大的特色是挖金矿，有这个加速之外呢，挖的时间也可以比较长一点，可以挖久一点，而且村民的黄金携带量也比较多，所以他在前期打工兵啊或是骑士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后期的彪悍精神更是马利的主力，可以让骆驼跟骆马都变成14攻伤害，非常凶悍。所以马利人后期主要是打飞刀弩猎手还有这个骆驼啊或者是重装骑士骆马为主的一个文明。而且马利人还有本身建筑的木材消耗减免，所以也可以省下一些木头，所以在这种需要木头的情况下的地图都是一个不错的加成，尤其是海图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先稍微加速一下下。 OK， 那这边看到已经出了两艘渔船，三艘越来越多了，后面这边也是渔船也在继续出。好，这边捕鱼开始捕。好，渔船开始捞，上方这边也开始围食。好，左边要不要来挖个木头，这边再开一个新的伐木场，这样经济会再更好一点。 OK， 好，木头继续捕。好，待会这边就全出渔船，然后跟码头。好，那立陶宛人率先到了右侧盖下新的码头，要来捕右边的鱼群。后方这边鱼群也是有正常捕，后方有一只石猴绕了进来，不知道从哪里偷偷进来，赶快把自己的刺猴叫回来处理一下。好，这只刺猴直接开打了起来。不放刺猴进去打，用村民解决就可以了。这边直接把刺猴围住，厉害厉害。好，立陶宛这边直接下了一个马厩。马利人这边左边可以稍微考虑去捕下鱼，或是去右边再开一个码头也可以。那如果往右边捕的话，可能会看到对手的码头。好，这边已经出了一只刺猴，开始出一些刺猴做前压，看一下对手在干嘛。好，这边捕一个码头位置刚好是对角线，待会可能会比较晚发现对方在捕鱼。那这两边居然都没有先去寻一下有没有在捕码头。 OK， 因为通常刺猴都会只绕旁边附近那两个湖，如果就发现对方我在捕鱼的话，就马上去盖码头出这个战船，赶快去骚扰。好，这边搓一搓，两边都是出刺猴开局。好，渔船捕到了非常多的数量咯，哇，大概六七艘左右，左边还有一艘。好，这边长枪兵互戳没有问题。好，左边看起来不会互打，两边都在用刺猴在巡逻中。这里还有两只老天鹅。
好，渔船这边继续出，真的没发现，笑死！待会就会看到这个渔船全部都是渔船，然后没人出战船，大家和平共享鱼池啊。好，左边这边则是玛丽人拿下鱼群了，哇，这个经济真是越来越好了。玛丽人这边已经解下城堡四代，点下一级弓，立陶宛这边也是补下城堡四代。品种跟一级马凯也跟着补下了哈，别人补下的速度都还算蛮快的，而且时间升级时间都差不多，这就是顶尖玩家们的一个配置哦，相当厉害。这里没有，居然没有维斯，如果说我就想要补一个城门哦，稍微防一下。好，这边看到渔船了啊，战舰，啊，战舰赶快过来拉一下，这边先点了一艘战船。好，左边的码头赶快去补一个重装，这个弩炮战船升级会比较好哈。这边可以补一个弩炮战船升级。好，这边伺候还在做拉扯，两边很烦。好，火木桶赶快出。好，看来玛丽右边的渔船可能没法补了。哇，立陶宛出了非常多伺候，七只伺候就去追逐。好，品种精好，65滴血，两边都是走一个落马开。好，玛丽人这边是升级轻骑兵，两边都升轻骑兵。那这边升轻骑兵主要的目的是要来抢圣物，因为玛丽人已经知道对方立陶宛人一定要去捡圣物的关系，所以轻骑兵的部分也会先升上去了，大家有去抓对方的僧侣用的。那主要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出骆驼配枪兵哦，去做一个阻止对方出骑士压制的状况。而骆驼可以压制立陶宛的所有的骑兵单位，自己立陶宛这边可能就要多出一点枪兵来做防守。好，这边补下了第两栋城镇中心。好，右边这边渔船全部烧光，这边稍微囤一下战舰数量。好，火木桶继续出，这边还要继续出吗？没有。好，战舰部分没有努力打，就是小打小闹，没有很专心在做处理。战舰部分很想要拿下来，但左边这个鱼池已经够玛丽吃了，所以玛丽其实没有必要真的要花太多的精力去抢夺右边那个鱼池可能待会出来的战舰全部去烧对方的战船，对方的渔船也可以做个选择。好，这边僧侣看到，但是刺头应该可以收掉一只，完美，因为轻骑兵只要两道就可以收掉一只老头。哇，砍掉老头之后还可以全身而退，这就是轻骑兵的威力啊。好，这边把残血轻骑兵往回拉，这边照一下对方的枪兵，这边可以考虑剩一下枪兵的部分，重装长兵可以考虑升上去。玛丽这边枪兵数量其实也蛮多，但这边玛丽人目前是想要直接用骆驼压制对手，但如果以单纯这个打法来说的话，很容易被对方直接枪兵加轻骑兵爆直接收走，毕竟轻骑兵跟骆驼有点打不太赢这个重装长枪兵的，所以立陶宛这边枪兵可以一直按，基本上可以不用停。好，这边就能收到弩炮战船。好，这边直接放弃抵抗了，这个战舰直接被打出来，自爆出来，来得及出来吗？有机会， 98% 被打掉了。哇，这个码头没的机会，可以让自爆船出来。好，玛丽人这里布下第三个城镇中心。好，左边的码头依旧没有人发现。OK， 这应该是有看到了，这个轻骑兵过来巡逻一下。好，玛丽人布下轮轴技术。两边的经济状况都还不错，但玛丽这边还没有补下二级伐木，这有点糟糕哦。这里应该是要赶快补一下二级伐木才对哦，不然自己经济会很惨。好，立陶宛这边很标准的，直接二木点下，二农的话找个机会点啊，像这个时间点哦，其实蛮适合点轮轴技术跟这个二级农。只要没战事的时候，尽可能去透一下经济会比较好一点。好，这边长枪兵果然很有效果，哇，这个 10% 的跑速让这个枪兵追得很快啊！好，轻骑兵过来稍微防一下僧侣的一个位置啊，可以。好，右边的渔船全部可以尽情的捕鱼啊，终于拿下右边的渔船战线啊，两边都是二胡开啊，没有太大的一个差距。骆驼过来，想要解一下这只僧侣。第一刀，轻骑兵过来砍一刀，全部解决。这边骆驼直接把轻骑兵给逼走，长枪兵赶快过来拯救一下这边的僧侣。这边僧侣可能要全部被砍死，完蛋！这边立陶宛损失了三只老头，贼亏。
好，那立陶宛这边呢，生物目前获取量并不是非常乐观的样子啊。好，看一下，好像只有一个，左边那个，右边还有一个没有捡，右边那个有可能被玛丽捡走。好，玛丽现在是确定获得了一个生物。好，家里有四只圣女，直接开招。好，招完之后，赶快再继续补下自己的军营，要来转。哎呦，玛丽转步兵，那玛丽每一个实弹呢，都可以增加步兵的一点远防，所以这边打步兵系哦，确实好像可以打的感觉。打这个重装长枪兵哦，用这个步兵来砍啊，是很好的一个选项。好，这边枪兵过来出个一波，后面的僧侣可能跑不掉，但至少可以守住两只僧侣。前面重装长枪兵数量有点多，这里可能要选择撤退哦。枪兵可以其实硬打没有关系哦，如果是我就把它送掉，反正是垃圾兵。好，这边城堡盖起来。立陶宛的正面能够扛得住了。好，这边玛丽升价了长剑兵的升级，现在是三个军营再出长剑兵，这边肉量有点紧绷哦。立陶宛这边肉量已经可以点到帝王 stack， 就要来看一下立陶宛要不要先申诉帝王，然后做一个前压。那帝王时代初期可能会比较弱一点哦，所以这个时间也是玛丽进攻的好时机啊。哎呦，这个时机真的不错，出了长剑兵之后马上盖上城堡，想要来控一下立陶宛的主金。好，长枪兵一出来，重装长枪兵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长剑兵真的是非常难缠。这边长剑兵最好的解法就是用头车弩炮或者是工兵或者是僧侣直接硬解。好，长枪兵直接上来硬打，这边打一打，看到长枪兵还是打不太过，选择撤退。长剑兵实在太痛了，这根城堡应该是能盖得起来。好，玛丽马上补下一级射，增加一下城堡的射程跟攻击。好，后面直接买了100石头，也要来对盖城堡。这个城堡可能也是能盖起来，两边城堡都应该可以盖，但是立陶宛这边会损失这个挖黄金的权限，有点可惜。反正这个黄金就是他的，却不能花。有钱却不能领，非常奇怪。这边长剑兵继续输出，总盖好，骆驼赶快撤。好，其实这边可以补一个工程机制造所，然后出冲车偷顶，或者是你点帝王。好，那待会就可以直接出巨头开闸。那玛丽人这一栋城堡应该不会活得太久哈，这个只有这个时间点可以稍微骚扰到一下这个主金的部分。好，那现在立陶宛这边可能会急需黄金的新的供应地哦。左边这个黄金哦，可以先派个人去挖一下，也是不错的选择。好，这边可能兵要越出越多会比较好。好，木头快要挖穿了。好，长剑兵继续打。那目前村民数是由立陶宛领先，98村对82村，村民领先约15村左右。好，那玛丽这时候点下帝王时代之后呢，马上出了自己的飞刀女猎手。那飞刀女猎手这个应该是要打对方的，要打什么呢？我想一下，打步兵吗？可立陶宛步兵没有很强，应该不是要防步兵的，可能是要防骑士之类的单位吧。啊，打个猎骑士之类的，好，确实不错。像猎骑士其实也可以用骆驼挡，所以不太确定哦。这个飞刀女猎手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可能就是单纯需要一个远程火力。飞刀女猎手出来，攻击力10+2的一个初始数值。这栋城堡还在对射，完蛋！哇，这里爆开！好，这边城堡继续出飞刀女猎手，左边骑士好也在输出。好，这栋城堡快要掉了，玛丽终于要顶到了帝王时代。
这时候立陶宛的圣物目前获取量并不是很乐观，只有捡到两个圣物而已，所以待会攻击就是蛮正常的猎蹄师。那猎蹄师这个造价比骑士还要便宜，所以正常情况下来说，立陶宛应该是不会再去出骑士，当然也是可以考虑去出游侠，但造价来说猎蹄师比较划算，而且也可以无视对方的防御力，所以这个单位用起来还是比较好用一点的，但缺点就是城堡需要多，产量才会大，所以真的需要大量立陶宛的话，这个三栋城堡最好都守住，尽可能不要让对方猜到，才有机会保持自己的猎蹄师的产量。好，但猎蹄师无视装甲的特性哦，对骆驼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骆驼本身的防御板就偏低哦，只有一防而已，所以破防效果来说，都是对这种垃圾兵哦，或者是对这种骆驼这个反防守单位来说都没有太明显的感觉。那直接反杀了回去，好，数量很多。好，左边的城堡赶快盖起来。好，赶快补下黄金的部分，黄金继续挖。立陶宛这边黄金数量有点少。好，这时候点下征兵技术，长剑兵没有继续升上去。好，骑兵这边走动一下。好，终于要出门了吗？立陶宛有想要把巨型投石机拉出来，但是直接被玛丽抓了一次正着。我的天，两台巨头直接损失400黄金。哇，回报！哇，这个飞刀女猎手控得好，真的是蛮强的。啊，飞刀女猎手拿来打骑兵，忘记了啊，我忘记立陶宛很后面会继续出哦、啊，出这个骑兵。这个确实哦，飞刀女猎手打骑兵相当好用啊。OK。想要防他长剑兵之类的步兵单位应该是没戏，因为立陶宛的步兵比较弱哈、啊，忘记还有骑兵这个选项，突然失智了啊。好，那渔权部分左边也清除掉玛丽的渔港了，那现在渔权部分只有后方的渔哦，渔船在捕鱼而已，那正面还在做一个互打，那玛丽有点转守为攻的感觉，还没有把自己的最强大的时间点给搬出来啊。这个骑兵防御都还没升上去啊，经济还是没有到非常好。好，村民也在继续补，这边先招猎蹄师吗？还是先招骑兵呢？这边招的是骑兵，而不是猎蹄师。可能觉得招猎蹄师也会被骑兵给戳死哦。想要用这个骑兵当路盾，去扛一下伤害。好，这一波解得非常漂亮，玛丽把立陶宛的前线部队全部清除掉了。好，右方这边。最后一个生物捡走 ，OK， 左边的城堡两台巨头，哦，三巨头开拆，但这边玛丽村民非常多，应该有机会可以守得住这栋城堡。哇，这块黄金如果守不下来的话，立陶宛会很惨哦。这个他很需要这块黄金的啊。原来家里的黄金快挖光了，那这个城堡。应该是可以了，四巨头都来了。好，这边玛丽人还把城堡直接修完，没有再继续修理，这可能要回头看一下。OK， 有在看，城堡继续修。这也拉了非常多猎蹄师过来防守，但玛丽这边也是拉了一些骆驼，想要来防止猎蹄师直接冲锋。但城堡这时候已经爆炸了，哇，这一波进攻打得非常的漂亮。玛丽人在这边直接选择骆驼前压，还有加上自己的长剑兵做个搭配，看能不能攻下这个高地。但一上高地之后，就发现对方猎蹄师也在。那立陶宛这边可能是要转出自己的火枪兵哦，化学要顶下。好，右边这个巨头落单。好，飞刀女猎手过来，第一次撞到猎蹄师。后方有三只、四只圣女直接开招。猎蹄师看到直接后撤，但是还是被招走了一只。好，这边猎蹄师狂按自己的骑兵，好，骑兵狂按，好，补下了精锐猎蹄师。精锐猎蹄师补下之后，血量我记得可以到150滴血，虽然没有到非常多，但至少比120滴血还好。因为120滴血这个血量是一般骑士的血量，有品种骑士血量而已，好，甚至比这个重装骑士的血量还要少。是猎蹄师的一个缺点，防御跟血量偏少。好，但前线有点守不太住，这边火枪兵出来可能也会直接被暴打。前线的这四个射箭场可能没有办法让他安全产出自己的火枪兵了。
好，列提斯这边全军撤退，先撤到了家里，然后往右侧打，直接放弃左边弃守。啊，这边是要绕过来的意思哦。好，看一下左边，伤兵没有办法量产出来，后面再补一下更多射箭场会比较好。好，目前玛丽人都是黄金全明星，好，全部都是黄金兵。但玛丽人的肉量产量其实有点偏少，只有三四片田而已。后面的渔网也是撒的哩哩啦啦，没有撒的很好。好，家里有少量骆驼，稍微挡住列提斯这一波的冲锋。这里要是能击杀到一些村民的话，对于立陶宛后期有一定的帮助。所以要尽可能让这一坨列提斯做到更大效果，好像就是往里面冲会比较好，往左边这边冲也可以。好，但这边直接选择了撤退，没有想要硬打。好，左边的部分看起来自己的神东西也要掉了，这块黄金也要失守吗？一次连续失守两块黄金，哇，这样对立陶宛来说是极大的灾难。好，这边抓到了村民，还不错，砍到了几只，玛丽的村民数下降到快110村。哇，结果自己立陶宛的村民也被玛丽人抓到了，这个村民来不及撤退。家里使用骑兵加上火枪的方式去防守。那由于玛丽的飞刀女猎手是步兵属性的关系，所以火枪兵对于玛丽的飞刀女猎手也是有额外增伤，而且伤也是蛮痛的。那以相制护克来说的话，我觉得是火枪克制飞刀女猎手的，由于是有这个射程优势的关系。好，这边飞刀女猎手直接硬丢，哇，两刀直接收掉一台巨头，相当的好用。啊、这两个人全跑，后面骑兵太多。这边立陶宛非常气，好，打了就跑，打了就跑，这就是飞刀女猎手打带跑的战术，非常好用。哎，这里进不去，哎呀，这边堵得非常快，堵口堵很快。虽然左边失守了，但挖黄金的村民好像没有受到灾难，右边这个黄金可以赶快来挖一下。好，立陶宛这波反攻有机会拿下玛丽的城镇中心吗？看起来是可以的，因为城镇中心其实不太耐扛巨型投石机哦，一定要靠城堡。好，哎、欸，这边砸到村民，那个村民太衰了。OK， 玛丽这边压力非常大，终结下自己的关键科技，彪悍精神已经准备登场。好，这边巨型投石机不敢随意的出去拆立陶宛的城堡，继续用骆驼想往里面送。好，这边升级好之后，骆驼直接变7+7，14攻的伤害。好，里面进去的骆驼也可以打出一波战机哦，打村民速度就会非常快速了。好，这边直接冲进来，立陶宛这边有发现吗？家里有一坨兵在动来动去。好，火枪兵继续往前，但是玛丽转出了火炮。这个火炮立陶宛要是可以收下来的话就很赚，但是后面的僧侣加上飞刀女猎手的后方，列提斯选择撤退，家里村民直接被屠了一圈，没有说穿，全部损失掉了。立陶宛村民数降至剩111村，玛丽人村民数也剩100多村左右。好，这边打算想要再继续农下，点下手推车二级农二级木，经济到非常好的一个状况。这边城堡盖了下来，想来控一下这一块的矿产，石头跟金矿。好，这边骆驼继续抓到，但有一只枪兵在手。哇，还是挡不太住，立陶宛后方的村民直接被抓爆，这一牧区相当的重要。右边的位置立陶宛大军入侵，但是这座城堡玛丽可能盖起来也没意义，这里有5巨头在等着。但是玛丽这一波的骆驼杀了非常多的村民，村民只降到剩下93村，村数相当的稀少。好，飞刀女猎手直接输出。
完蛋，这里没控好。好，这边反打一波，骆驼直接送光。家里的骆驼解了很久才终于解完，但立陶宛村民数已经降至剩83村，立陶宛经济极度惨烈。好，这里火炮解掉了两台巨头，那这台巨头是应该要把这个城堡给解了。阿利人这边很极限，继续出飞刀女猎手，想要反击对方骑兵，但对方骑兵走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好，立陶宛经济可能要再补。好，阿利的经济回到了124村，正面这边扛个一波。好，玛丽这边要拉一些骆驼到右方，解一下这个火枪兵。好，骆驼拉到这边，想要控金，但是有点难控，这边骑兵太多。好，精锐猎骑士攻击16+4，血量151血。这边黄金矿想要拿回来哦，这边这三只村民偷挖了很久。好，立陶宛感觉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进攻，点下了精锐女飞刀女猎手，哇靠，还点下救赎思想。玛丽人这边防守打得相当极限，一直在极限的边缘疯狂试探。那我觉得玛丽人到这个时间点哦，可以赶快去撒更多农田，然后直接转出大量的这个骆马去玛丽家那个立陶宛家里哦，土个一波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毕竟自己骆马伤害非常高。好，非常女猎手自由开火。好，收掉火炮，非常的赚。好，左边这边也在开战，火炮想要偷点，结果直接被反杀了回去。后面的老头跟骆驼，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单位死去，但这边轻骑兵已经也慢慢在产出来了，7+714攻轻骑兵伤害非常夸张。OK， 这边非常努力手开始一阵乱砍。好，骆驼继续追上去。哎，差一刀就能搞定了。咦，好，骑兵过来，骆驼要先撤，用一下飞刀女猎手去解一下。哇，这个飞刀女猎手非常的亮眼啊！啊，打这个骑兵效果真的是不错啊，可以伤害非常高，猎骑士也挡不太住。当然，最好的方法就是一拍把它拍死，火炮跟头车之类的，直接整个拍个奴兵一样。会比较好，但是他基本血量也是很少，如果真的硬打的话还是可以打得穿的。你看火枪直接远程开打，飞刀女猎手直接损失掉了大部分的数量，只剩下大概五只左右了。哇，全部送光，飞刀女猎手这一波送的有点亏啊，后面的高地火枪解得蛮快的。那立陶宛这边现在能打东西了就只有垃圾兵了，这个战矛啊跟骑兵哦，猎骑士的话可能稍微粗一点，那大部分还是要靠火枪吧，然后加上战矛兵、骑兵哦，做一个前压，然后再打上自己的火炮去输出会好一些些哦。因为现在黄金量其实不太够稳定哦，如果黄金再够稳定一点的时候，再继续出猎骑士就可以了。因为现在出猎骑士的话，问题会遇到骆驼跟飞刀女猎手，其实效果并不是很好。但如果是骑兵跟战矛的话，效果就还可以。好，自己的城堡被拆掉，剩下一栋城堡，立体式产量也变成下降了一些。立陶宛这边大量的兵种直接过来包夹玛丽所有的飞刀女猎手，这一波飞刀女猎手又全部送光。哇，玛丽会不会打出 GG 呢？这边玛丽人分数虽然是领先的，但是又损失这么大的单位。哎呦，但是左边又杀了进去，太多但是了，左边怎么突然杀进去了？哇，峰回路转，这两个生物直接干走，立陶宛可能会直接 GG 了。虽然好像这两个有没有这两个生物也无所谓了，因为他也没在出猎骑士。
哇，这五巨头拆的速度好快，右边的骑兵跟火枪，赶快来救援一下。好，立陶宛这边补下自己的三级的工兵防御，好，但是三级射却没有点，先升防御有点微妙，可能是想要先帮这个火枪兵加防御。好，非常绿手继续产出，好，死了一队又叫出了一队，继续打。玛丽人的食物是怎么搞的、啊？6000多，自己赶快补一堆马肉出来了吧？哇，玛丽人的资源太多了。立陶宛这边反正是一直很极限在打 ，OK， 马立陶宛这边直接打出了巨巨，看来他也受不了了。这个彪悍精神轻骑兵哦，伤害实在太猛了，进去里面乱砍一波，立陶宛经济肯定会撑不住的哈。后续哦，可能就是一直用飞刀努力手继续解他的枪兵啊、骑兵哦，什么兵都可以解，用飞刀努力手就可以搞定了。好，来看一下这个经济状况，经济状况应该是由玛丽这边获得大胜啊，后面这个资源量库存实在太多了啊。黄金呢则是挖了6000多，多挖6000，这非常夸张的数量，这就是玛丽人后期非常难产的一个问题啊。他的后期黄金数量库存依旧是非常夸张的一个地步，毕竟这 15% 的黄金蕴藏量让他挖的时间非常久哈，而且他左边这两块区域哦也是拿得稳稳的哈。如果这两块黄金是被立陶宛拿走的话，可能结果就有大大不同了。那我觉得关键点还是在这个地区哦，玛丽人直接攻向左边哦是相当好的一个决策。好啦，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请记得帮我下订阅。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各位，拜拜。